大家好，我是中凯贸易的 Apple， 这也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。公司与老板的处事方针讲诚信，正派经营，是我喜欢且认同的价值观。在对外客户与厂商方面，只要知道不走偏道，诚实信用以对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做事很有底气。公司同事不分党派，至多只有习惯一起吃饭的伙伴，很多同事一起成长，共同经历结婚生子。我看同事孩子长大，同事也看我的孩子长大，大家从购物到美食到好玩的去处，有分享不完的话题。公司颇人性化的管理，同事之间没有什么阶级之分，也不会勾心斗角，更不会有什么主管权势或一党独大，可能只有某一阵子除外。那当然，待久了习惯了，特休假也比较多。进公司已经快19年，期间的工作内容好像一直在调整，哈哈哈。虽然一直改变需要勇气，但谢谢公司主管对 Apple 的信任，那就一起勇敢向前吧。如果不好就调整，大家学中做，做中学，彼此磨练，求进步。从前的严先生个性很难相处，但要求起来有自，虽然常常被刺伤或是被误会，同事也能理解，然后自己慢慢收拾心情。现在的严先生个性比较随和，不过也是有机车的时候，但身为公司负责人，这样做也是应该的。要带领团队并不容易，如果没有一件事情会不厌其烦提醒的严先生，我们也容易自由发展，所以看到严先生的改变与转变也很加分。公司也会一直关心同事的身心灵健康，常常有不同的设想与活动，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公司的用心。谢谢大家。